我和 Ben 我们俩在进行攀岩训练的时候呢，那块岩壁大概是我在7、8年以前开的一条线。由于很少有人去，所以那块岩壁上的有很多灰尘，还有很多碎石。那我们俩爬的时候呢，由于也是那比较晚了，又是在海拔4000多的高原上。再加上我在之前受了一些严重的伤，接近1年没有攀登的训练，That's hard. Yeah. 爬起来的时候也比较费劲。I can't hold it. Can't feel my hand. Nice, that's it. 不过呢，好在 Ben 和我经过那天的磨合，建立的比较好的友谊。Yeah. Good job.